爱是包容的，爱是能忍的，爱是慈祥的。讲经传法超过60年，净空法师圆寂享其寿96岁，弟子潜心助念。净空法师1927年出生，安徽庐江人。33岁时在台北灵济寺出家，法名觉净，字净空，专弘净土为主。曾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，推动宗教团结、世界和平。2005年荣获澳洲最高荣誉骑士勋章，毕生致力于弘扬佛法。真正发心相信，学释迦牟尼佛，续佛慧命。弘法利生，自然有佛菩萨保佑你。净空法师晚年固定到大林慈济医院就医，态度平易近人，让医护人员印象深刻。把脉的时候，老和尚竟然跟我讲要尽量帮忙真言上人啊，要好好帮忙他。照顾的过程当中，真的也很谢谢师父，其实教我们非常多。净空法师经常透过多媒体形式深入浅出传递佛法，他亲切的声音、和蔼的笑容将留给后人无限追思。诸恶莫作，岁岁平安，众善奉行，年年如意。大爱新闻张贵端、郭继宗、余建兴中部综合报道。